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南部包括嘉义、屏东、甲高雄，有袂少的餐厅甲饭店，每个订单拢去予取消了。业者只好来改卖餐馆甲盘手礼，挽回业绩。看起来好食款的米糕，配起红蟳，滋味香，滚滚滚滚香。离过了过年，刚存一个月，台南这间老牌厝的台菜餐厅，每个业绩煞真歹。有一些小公司，我也有掉一些。你们也出锅有多少？大概一至两成。那谢谢你哦，我会先帮你做取消的动作。电话接袂离，算不是靠来订位的。对，这边都取。这个也是取消了吗？就取消了。屏东这间餐厅，人客不爱来吃饭，业者都唔知影变怎才好。说大家可以安心的过年这样，结果疫情又这样子，所以造成餐饮业真的冲击超大。所以也担心说这种大型的尾牙会造成，就是疫情上面的一些就是加剧。受到疫情影响，真侪饭店、餐厅每个下拢退订，家己这间饭店同款受到影响。我们最近取消了就一成至两成的业绩，尤其大家都快过年了，大家都等着领红包。我不知道我们饭店业的红包要从哪里来。供应真侪种中西式日本料理，广告请个澎湃海鲜食材。高雄这间大饭店每个订单比去年减两成，业者换来塞餐馆，希望能让业绩变好。那这样的部分的话，在今年的话，是有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成长。像礼盒跟餐券的部分，我们大概 totally 大概目前已经有大概400万左右的一个销售的金额。过去企业大型尾牙，今年大部分小规模举办，或者是延期，啊无就是促销。餐饮业个人当另外找商机来拼业绩。